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那裙子到底是你自个儿买的呀，还是曾向阳送给你的？当然是我自个儿买的了。我发誓，你看看曾向阳那副穷酸样，他送我裙子我还不收呢。你跟他吃什么醋啊？我吃他的醋？我什么人啊？ 曾向阳什么人啊？我吃他的醋，他配吗？你想让我怎么表现？不知道。那我教你应该怎么表现。怎么了？我迟早都是你的人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对呀，迟早是我的人。闹了！哎，闹了！小子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啊！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不是打疼你了？啊，对不起，走开，小三。 怎么是你？等等，我想和你谈谈，就几分钟。我就想问你，你这条裙子是不是于百家送给你的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条裙子是我买的，发票都在我手上，你看看。 那又怎么样？我只知道送我裙子的人告诉我，这是他的礼物，他的心意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个人是谁？是不是于百家送给你的？是，就是于百家送给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想怎么样啊？和于百家合起伙来骗我？干什么？ 你放开我！你们有什么阴谋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妈有什么阴谋，有什么阴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干嘛呀？告诉我还要什么？小三，救命啊！别乱喊，你别乱喊！告诉我！小三。 没回宿舍，也没回家。小三，小三，小三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值检点，招惹这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你被强奸了，那就是活该。 我说过多少遍是要强奸不是强奸，装什么文化人呢？啊，什么要不要的？衣服都脱了，那不是强奸吗？脱了衣服就算强奸了？那澡堂子里全都是脱了衣服的人呢。嘴硬，滚蛋！小三，曾向阳他真的没对我怎么样，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被强奸。好，那你跟我上医院。 有没有被强奸？检查检查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一个大姑娘给你做那方面的检查？装什么纯洁呢？不敢去啊！有什么不敢的？去就去。
何医生是吧？是我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麻烦您帮他做个检查。什么检查？检查检查他是不是处女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这项业务。你们这儿没这项业务，今天就得给我开这项业务。革委会的变函，上面有你们院长的亲笔签字。跟我来。快点！再给我装，再给我装，再给我装！全都让你给我丢光了。我没装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没有吃亏。你想想，你才走了多久，那么快就回来？就算那个曾太阳对我什么，他也没那时间。检查结果怎么说？你给我解释啊！啊，张闹，别拿我当傻子行不行？就算你昨天晚上没有失过身，那也不能证明你以前没有失过身。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和那个曾太阳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真的是清白的。想证明你的清白是不是？行啊，那你告曾小阳去，告他去。你告了他，我就相信你的清白。小三。曾先阳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和张闹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只是认识而已。据有关证人提供的证据，有一段时间你一直在找张闹。是，我找他是为了想弄清楚一条裙子的来源。是这条裙子吗？曾向阳，这条裙子和你强奸张闹有什么关系？强奸罪！你必须老实回答。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没有强奸他。可是张闹告你强奸了他，而且还有医院证明。医院证明？什么？我儿子不可能是强奸犯啊！他先进，在学校和工厂，他一直都先进。我请求你们能不能重新侦查和审理一下？他过去是先进，可是现在已经堕落了。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。我当然能负责呀！他是我儿子，他真的不可能是强奸犯。我了解他，他是强奸犯的证据铁证如山。